有帳篷被警方扯走。記者都唔好入，呢度有警察工作。入咗嗰啲範圍，唔該嚇，聽埋少少，唔該。一個示威者雙手被綁上索帶，由六個警員帶走。抬嘅草地，警員將佢抬起，帶到去天馬公園一個暗角位，將佢放喺地上面，對佢拳打腳踢。期間兩個警員離開，留下的警員繼續用腳踢示威者，即一路放低咗就嚼。係喎，係咁踩緊喎。警員最後帶走示威者，整個過程歷時近四分鐘。在驅散示威者期間多次施放胡椒噴霧，本台的攝影師亦都被噴中。